天呢，我们相约了一起要去象山爬山。然后象山最后一次爬山好像是两三年前，已经忘记了。然后各位就是最近运动狂热者，就相约了这个礼拜天去象山爬山。唉，现在还没有到那个象山的路口，所以我感觉很轻松。我每次爬到半路的时候就会开始狂骂，为什么要来这里？我希望我等一下可以很棒的爬完那个象山。那等一下爬山要脱口罩吗？感觉会死哎、欸。可是我觉得象山那边感觉蛮少人，今天不会有人爬山吧？看情况，如果太多人就把口罩戴上，如果没有人，我们就脱下口罩。我真的不行，就跟有氧一样痛苦戴着口罩。好，我们要爬山架，教练爬起来。今天是我们带教练来训练的一天，对、okay. 这是我们的户外训练。如果我比你快、嗯、我们就这礼拜不练腿。不能说我快。什么？你是很快的教练。认证先生，认证教练、hey. 跟你谋求一个福利，如果我比你快到达，这礼拜不练腿。如果没有嘞？我们还是不要比这比赛了。取消取消，对，不算数不算数。轮到了象山步道啊，好可怕哟、哦！走吧，赶快跟上教练。啊！不要不要不要！哦，不要不要不要！哎呀，朋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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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雨谦宝宝，不要放弃好吗？向前冲呀！我开始后悔了。为什么要答应这个烂？已经开始要升天了。烂周末旅程。升天了，雨谦。还没三分钟，雨谦。出发，出发，出发。不是吧？好像爆汗。真假的？那以后我们都来爬象山。没有，好轻松哦。我们还有专业的打灯师哦。上海帮你打灯，三小了。看不到了。才刚开始的五分钟，现在已经爆汗了。而且我穿长袖，我的天哪！有人嘲笑我，帮我打教练，气死了！你刚刚不是说要那个？没有，我说取消了。取消了？对。确定？是的，我的 vlog 是有打的。你们有没有奇怪我向上爬爬爬？哎，怎么前面一直有固定的灯？哈哈。大家这个影片有福了。可以看到那么漂亮的我，傻眼了。哎，真假的？我们要规律的爬，规律的爬。对，拜拜。你就在上面等我们、啊。你看，来给我红色灯光，橙、黄、绿、蓝、靛、紫，漂亮呢。爬山还可以 drop the beat， 爬山后面还有人在 disco 蹦迪。不行，我怕跌倒，我还是不要路线了。燃烧我的卡路里，拜拜甜甜圈。我们刚才感叹说，为什么爬山要拍 vlog 呢？到底为什么呢？Why？ 一百个问号。Why？ 好累，这个人一直在制造笨的，是太轻松了吗？我帮你们加气氛，你记得加音效去。而且我带了很重的书包呢。多重？为什么要带呢？我还可以，我只是装弱。靠北，看。对吧？皮子下。那开始比赛了。不要。装弱。今天太棒了吧？今天没雾哎。我们的一零一。哇！拍照了，可以下山了。好的。我看我对面有一个仇恨值。很尴尬。看吗？还不错，蛮幸运的今天。对啊，今天很幸运哎。这么清楚的101，应该是十次有两次。这里是在做什么大作吗？台赛影视上升的呢。宝贝们，拍好照，可走了不？可走，可走了。前进，左边。那我说，这是要给雨谦看的一句话，到底是啥呢？心念有多大，力量就有多大。这群疯子。我们没有办法参与，因为我们正常人。你们可以走快一点吗？一点都不累。我们到了第一个拍照的地方，叫六巨石。再看我们要不要再跟上去，跟上面是啊，叫什么？一线天。我后面有一个冤魂，他在想说，我为什么要答应要来爬山？是不是？没错，没错。在山下等你们，好像实在。
因为后面太多人等着拍照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前往一线天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拇指山？是拇指山。路边的野花，你不要吃。靠北哦。哇，这蜘蛛丝很漂亮呢，敬业哦。哦，发现野生猩猩出现。来，猩猩走。哎，真的是猩猩哎，好可怕哦。我们还有30分钟，拇指山1526。好，那会不会走到另外一区去啊？对，就到上面。哎，打的没事，是虫虫。小心哦，你站进里面一点。等一下那个不是这边楼梯很可怕，你站里面。咱们不要走。我们决定我们不要爬五指山了，因为五指这样子来回要1个小时，我们还没吃。哎，你这样子反光我很黑呢。现在我们要回去拍101的地方，走吧。6G10啊，哦，6G10。我们现在回到了拍照的6G10，这里啊，石头上面都可以拍照。好，我们现在要跟101拍照，现在是我们的拍照环节。我跟你说，我今天绑了 Angela Baby 的头发，看到吗？有没有长得像？哎，我今天绑了 Angela Baby 的头发，但为什么没有再像 Angela Baby 呢？是我的问题还是头发的问题？就是你的问题。去死！哇，妈咪呀！拜拜教练，他不尴尬，还是 Q 没有你怎么样？尴尬什么？我怎么可能尴尬？这是我职业呢。我们真的很专业呢，兄弟，默契。来，对对对，挺胸。现在准备下山了，我觉得下山好像比上山难呢，而且我的脚踝最近有受伤，所以下山对我来说更困难一点。有多困难啦？是想死是不是？他受伤啊？想找死？完蛋，完蛋，出去。怎么样？我说他。哦。对，你现在连我都凶了啊？啊？凶你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啦。是匈奴嘞？匈奴是怎样？干号王是这个。你怎么一个人呢？对啊，你的配音呢？你的配音呢？我喜欢单身。配音你也吃不下吗？你可以。连你都吃不下，那还有谁去吃它？尴尬了。我要原封不剪，我要这样子剪进去，太尴尬了。是我的鼓手，娘娘。娘娘。我又要逼了，气死了。蔡彩虹真的好皮啊！原路啊！哦，哎，好好爬山好不好？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呜，好斜哦，真的很斜哦。好了好了，只要你跌倒。耶，我们成功爬完象山了！耶，成功变成一只大象！哈哈哈真的不太好笑。Oh my god， 太惨了。刚刚全部很安静呢。对啊。像你刚才在那个看过来呀。没办法。想说点什么，但还是算了。对。好想要接你，好想要帮你，但没办法。没有台阶。想要象山，想要什么？什么？配音。大象的味啊。你们现在才走。好的，今天的师生代二姨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说拜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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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。今天的卡路里已经减了很多了，爽。所以要去吃，吃个够，吃个饱，吃个穷，吃死，吃死。